你好，先生呆呆，我有这个事说，我的名字叫 Darina，我今年39岁，我的身高157公分，我的体重50公斤，我离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，我从印尼爪哇来的，我信仰回教。我种在阿拉伯2年，跟种在台湾4年，照顾阿妈跟阿公。我会煮菜、煮饭、煮汤、煮稀饭、煮饭。我会扫地、倒地、扫衣服、当衣服。我这我洗手完毕了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呆呆。拜拜。